叮咛本师释迦牟尼佛，叮咛文殊智慧勇士，叮咛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虽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说了，说是主要讲一下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咒语，我们阿红班的格尔巴马斯的红的，就是功德或者说他的一些利益。那么，主要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认为，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学了这个十到二十三十年的一些这个老的佛教徒也好，刚刚这个学佛皈依的这些人呢，都。学习经常修持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法门呢非常重要，所以前两天呢也是决定啊，就今天就是大概利用一个小时左右，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要传输这么一个法要。我刚才下午看了一下呢，就是也确实缘起很好，就是今天刚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会供日，这个藏历的四月初四，所以这种缘起呢并不是特意安排在这里，但自然而然，因为你们可能也知道，按照莲花生大师的专辑的话呢，那么就是莲花生大师每一个月呢，就是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身边和他的一些特殊的这种这个稀有的功德和事业。那么藏历四月初一的话呢，当时这个吴京过往啊，就是将这个莲花生大师和曼达拉瓦空心母呢，就是用这个火来就是焚烧的时候，后来就是在七天当中就是没有这个烧死，而且呢就是把这个火海呢就是变成这个莲花海啊，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经常就是无尽莲花生大师，我们清晨祈祷这个七句祈祷文的时候呢，红二九元点的象征斑马给这东部了阳春之后给的。半满中的几十张库尔等宽中蒙北库尔切记几十到这寻迹了这十四组我这半满四的红，那这里呢就是也已经说了，就是无尽啊，就是无尽莲花生大师，无尽莲花生大师呢其实是这样这个出现的。因此我想今天的这个节日呢，就是不是特意安排的，但是自然这个形成的一种缘起。我也希望就是今天就是不管是在我们这个现场听课的人也好，或者是怎么说啊，就是包括就是在这个来自各个地方世界各个角落当中，就是所听说的课呢，我们都有以这种共通的这种意愿啊，就是祈祷莲花生大师是当前来讲是应该说是全世界人类的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大事。如果我们全世界人们就是一颗通胜的，大家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祈祷或者说是经常呢就是念诵莲花生大师的话呢，那么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天灾人祸啊，各种各样的灾难呢，就是也会这个消除的。对个人而言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个人的修行，对个人的事业，对个人的这个家庭当中的各种障碍和一些魔障呢，就是也是会迁出啊，就除非是你牵涉的非常这个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地孽因缘的话呢，决定是依靠这个上师莲花生大师的不共的这种威力和他的大悲这个发愿力，还有呢就是加持啊这个殊胜力呢，就是决定会是这个迁出这些一切障碍。所以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会可能以前就是见过上师如意宝的，那就是应该是让这个记住啊，就是让记得住。法王经常用这个两个教程，就是一个是就是以前的一个藏地非常著名的大德叫做嘎多登德啊，就是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这个什么就是八乘，就是其他这个八众乘的这种这个微光呢，就是像怎么说啊，就是非常这个魔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大圆满的这种这个月光的话呢，就是完全让这个牵住一切魔事恶事的这种黑暗
啊，就是就也是这样说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认为是啊，就是现在佛教徒经常说是末法时代越来越末法时代，众生越来越刚强，众生越来越可怜，烦恼越来越重，就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唯一的就是大家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才能牵出我们的思想序当中的很多的这个违愿的。然后法王还有一个经常引用的呢，就是根本文宝，就是也是投盖如意宝的这个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法王上师的上师，他呢就是说这个那么我已经去了苏拉让图等了这的几王等转的嘛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你只要这个一心一意的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呢，绝对不会就是被这个这个魔障这个锁住啊，就是不绝对不会呢就是被魔障这个锁这个控制啊，就是不会的。所以我自己来讲呢，就是从小都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对莲花生大师是有这个特别强烈的这个信心，一辈子当中也是没有改变过，而且的话呢应该说是一心一意的可以说这个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呢，就是都这个交付于念师，就是依赖于这个念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佛教徒吧，就是佛教徒。我也希望呢就是今天就是听我的课啊，就不管是你是学宪宗的学密宗的，都应该就是要自己以后呢就是对这个莲花生大师是有一种不共的这个信心。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法师们啊，有些法师们的话呢，他们就是对莲花生大师有特别强烈虔诚的这种信心的一些人的话呢，他的修行就是基本上都是不会有什么就是大的违愿，就是非常这个三十三种的。这方面呢，如果你们觉得是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要圆满，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一切都是要顺利的话呢，我觉得在当前来讲，以后也要讲，就祈祷莲花生大师是相当相当的这个重要，就是这是一种可以说是通过自身呢，就是多年以来，就是这个人生，就是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对人生的经验呢，不敢说是特别丰富，但是呢，还是有所一些这个积累和沉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这个发现到，就是确实是这个祈祷念师是很重要的。即个别人的话呢，可能像啊，就是我是这个学宪宗的啊，我是不是这个学密宗的？就是这是可能密宗的一种特殊说法吧。但这种想法呢，我觉得是并不是很合理的。比如说我们明明是知道是自己是很严重的病人，但是你自己的这个病呢，就是依靠什么样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只要有一个药就是能治好你的病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就是要分析，就是啊，我绝对不吃这种药，就是虽然这个药这还是起作用，但是我排斥它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此呢，当然你们有个别的人当中呢啊，这个其实我对念师呢也没有什么信心，我对念师呢也不去祈祷也不去念的话呢，这也是不强求的。本来信仰都是自由的，再加上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也没有必要就是我要去跟莲花生大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私人的关系，莲花生大师也是没有给我就是信息说是你今天一定要宣传我，就是如果你宣传的很好的话，那就是到时候我可以就是把你这个设为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什么这个中经理啊，就是我们之间也是没有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私人关系，就是但是呢我自己认为呢，现在末法时代的很多的这个众生呢确实也是很可怜的，有些人呢就是祈祷的对境和医治的地方的话呢并没有就是特别就是重视，就是所以说呢我希望我们这个以后你们自己有一些机会的话呢，就是当然在自己的佛堂啊，或者说是包括我们可能当一会儿有一个小佛像有是吧，那个另外一个有没有挂件有就今天就是有一个我以前做了一个小挂件，就是然后待会儿可能门口上每个人就发一下，网络上的像暂时没办法。你们不要这样，不然的话呢他们更伤心。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我也想，要是要这个说好啊，就一定要，就是，就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在87年的时候，五台山做了一个莲花生大师，这个像啊，就是然后从这个缘起的话呢，在汉地的这个密法呢，就是再次这个兴盛，不仅仅是密法，就是整个佛法呢，我觉得是一个确实一种特殊的缘起。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些人说是这个像呢，什么要这个换呢，就是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说我希望呢，就是还是应该在那里，就是如果原来是个泥土像，如果实在这个质量不行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就是重新修好一点的。如果这个寺院里面就是要求要办的话呢，这个我们佛教徒肯定是不同意的。就是如果他们还是原原本本的这样放着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如果实在是依靠以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办的话，那就是那么我们其他不行的话，那我们用微博来就是呼吁大家呢，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所以我们希望呢，因为这个是20多年前，就是非常那个时候的是很珍贵的，有些这个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装藏啊，就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共同这样的，所以相关部门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是不能这个移到就别的地方去。如果移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还是肯定要就是要求大家就是一定要共同这个努力。我们并不是说是现在这样的，现在肯定不需要，我们希望也不要这个。如果没有事的话，那就是不要惹事。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个别人的一些想法和个别领导和个别一些人呢，就是像这个看不惯啊，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来换的话呢，那只是不符合历史，不符合这个政策。就是当时也是我们这个相关的，就是所有的书学都是已经办好了的，就是，所以这个那就是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这种佛像的话呢，我们也不会什么这个在意，就是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些特殊这个意义和特殊这个价值的、特殊历史意义的这些呢，我想呢，就是你不能就是随随便便依靠个别人的想法来这个移动。因此我刚才做的是今天可能待会儿，也许如果你们得到的话，那就是就这个像，就是这个我原来去的时候呢，就是也特别就是觉得是应该有一种这个怨气啊。以后你们自己方便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家里也好、佛堂也好，最好是有一些莲花生大师的一些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像呢，就是到处都是有的。就是所以自己我这样一说的话呢，很多卖莲花生大师佛像的人呢很高兴，他们明天就开始制作了。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力量比较大的，但也可以，就是他们就做，觉得价钱不要太高了。然后那个就是一定要就每个人就是要以后就是有这个念寺的这个保护，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去年好像什么时候啊，就大概是2009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翻译过一个莲花生大师的那个伽玛朗巴的这个佛藏品，就是好像我们很多道友都是并没有重视，但当时我觉得呢这个很重要。就是莲花生大师当时那个伊西措加空西摩问那个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各种瘟疫啊、疾病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这个发现就是在将来魔法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各种魔掌猖獗，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就是说，虽然我有很多的这个副葬品，有些呢就是藏在海里面，有些是藏在岩石当中，有些藏在虚空当中，有些藏在山里面的，但是这些副葬品的话呢，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有缘的这个弟子以外的话呢，就是不能就是传就是这个宣传的特别特别广的。但是唯一的就是莲花生大师他欧玛红巴珍格尔巴玛斯的红，就这个新咒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赐送的。那么这个咒语呢，就是功德就是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就是专门就是讲这个新咒的功德。比如说我们呢念这个新咒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念这个100遍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什么这个饮食财富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啊。自己这个所喜欢的这个人呢，就是也经常不会舍弃自己呀，等等等。我好像记得有这样的，就是我最近没有看，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就是这个自己的什么这个家庭不好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心理所向的跟那个实际行为呢，都就是不能就是到达一致啊这样。那莲花生大师我觉得是这种人啊，比如说饮食得不到，钱财得不到，然后呢就是自己所这个喜爱的这个人啊，就或者是其他这个
事物是秋不豆库的这种人呢，就是经常啊求莲花生大师这个信主啊，念南莲花生大师信主，然后念莲花生大师信主念这个100万到1000万的话，那就是那么自己获得了这种真实的这种这个威力，还有呢就是三界当中的所有的贵僧都是可以就是予以控制，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现在有些人是确实是比较害怕魔障啊，就是等等，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这个学会当中啊。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可能极个别人就是整个五戒心已经修完了，就是五戒心修完了以后的话呢，啊，那么就是按照前辈上师们的传统来讲呢，都是多念这个莲花生大师，至少也是1000万遍以上的。但现在我们末法时代的人，很多人特别特别忙，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呢，你们不要认为是啊，我现在修了戒心就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就学会里面也离开啊，就是泡这个泡那个。现在很多人称为叫做是泡泡居士，就是所以就是经常泡来泡去的这种居士的话呢，真的还是可能不是很好的。当然我也并不反对你们泡到哪里都可以，但学会里面如果退的话呢，以后的所有的这个密法的这些课程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就是听的。这个是我以前6年前给你们说的，是基本上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已经这个兑现了，就是然后现在也是这样的，几个别人已经修完了这个无价信，就然后呢就是就根本这个所有的课程都就不去，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就是所有的这个学会里面的有个别人听说已经退出来了，退出来了我们都不算。但是我们学会呢以后对就真课章当中的话呢，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专门学无部大论，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专门去这个学这个修行法门，就是净土为主的，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专门这个学密法为主的。那么密法的这一个做的话呢，那一定要就是完成这个无假性，就是完成无假性，完成无戒心完了以后的话呢，以后我们的这个有些密法的课程的话呢，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这个商量，就是明年以后怎么办，后年以后怎么办，一直是我们搞这个12无计划，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5年规划6年规划等等等等等，就是一直在向，就是所以这些人呢如果要去，昨天我们在研讨班上面就是有一个居士啊，就是说的确实是很好的，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密法的这种这个传承也好，就是我们自己认为是自己这个一方面讲我们这个先宗不排斥，就是所有的先宗跟我们绝对是我们都是一家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否认是我们还是这个密宗这个，尤其是遇到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话呢，就是你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你不管这个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要学的话呢，绝对是可能我们这个相关的要求啊，比如说这个50万加薪没有这个经过之前的话呢，我们这个所传的这些神圣的法呢，就是到时候也是不给你权限，就是不给你这个号，就是就这个是你想听也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以后的一些密法的这个课程的话呢，全是在那个菩提学会就是里面串的，就是那别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话呢，就是当时有特殊的一些在这里这个角色，但是学院里面也是没有修完加薪的是都不会这个串的，就是因此呢就是希望这个学加薪，就是先应该要没有学完的话呢，应该这个要学完，就是有些是已经就现在这个10几年了，就是还没有学完加薪，就是这样的也有。那这种佛教徒不知道变成怎么样的，有些呢稍微学完了，但是我以前一直说是你们多年这个莲花生大师这个信主，上师瑜伽师啊是要长期这个修的啊。昨天我听到的有个别居士的话呢，真正是对这个密法很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其实密法应该有信心，我们对密法不行是自己的一种愚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理由。你看我们藏地的这个那么多的这些密法的书呢，就你如果去研究的时候呢，就不得不信了。就是像美国的有些这个大学老师的话呢，就是对密法的这个信心呢，确实他们研究就是40多年、60多年、50多年，就是这样的。60多年可能没有，我就听到的50多年的也有，40多年的、20多年的也有，就是这么多的特别特别多。我觉得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还不行，就是确实用这个一些信心啊各方面来讲这一点呢我在这里也讲，就是希望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信众啊，就是非常非常
功德大的，就是而且这个功德文当中也讲了，比如说我们念呢就是三千到这个七千之间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诸佛呢，就是也是是就时时刻刻都是保护你，然后所有的这个护法也好，空性也好，本尊的话呢，都是这个不离开你。因此我们自己多念莲花生大师心咒很重要，你自己不要认为啊，我现在是已经很不错了，就是我已经证悟，恐怕不行吧。我以前看过那个阿琼堪布的这个传记啊，然后呢，本来就是这个宁提派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上师呢，就要求弟子们就是至少也是念一千万遍以上。我们这个花智仁波切千心当中也讲了，后来阿琼堪布的那个上师呢，就是要求他就是你要念这个三千万遍，就是然后呢，就是阿琼堪布一心一意的，刚开始跟七句七道文就是一起结合念，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念那个莲师行咒，就是念了三千万遍，并且呢，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全部背诵下来。那么从此之后的话呢，他的这个修行非常圆满。其实我们如果至少也是莲花生大师就是行咒念了一百万遍以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的修行和见解呢，就是一定会是稳固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现在魔法时代的这种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的狂风啊，非常的厉害，让我们就是不由自主的会这个吹到各个边缘去，就是很有这种可能的。因此呢，我今天也是在这里，不管是你是学什么宗教的，就是所以呢，这个藏地的这种密法的这个心声和藏地的这个这种教法的这种护持的话呢，跟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同啊。现在西方国家和很多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认为是藏地这个地方呢，就是是一个精神宝地。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有个完好无损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存在。但这个有两种原因，就是第一种原因的话呢，实际上是就莲花生大师当年呢，就是让这个十二这个护地魔就是进行这个护持，并且呢，就是他以各种各样的这个伏藏法门，就是隐藏在这个藏地的各个地方，同时呢，就是以这个特别殊胜的一种这个加持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藏传佛教，就我们并不是慈善会的，确实这个是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一点是西方国家包括有些基督教和有一些这个犹太教的人，就是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在这个说是这个藏传佛教有不可的这个威力呢，就是那么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当年的这个发愿呢，就是离不开的，就是这一点是确实也是事实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下面自以为是的就是啊，我不祈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是可能没有一种信心和没有佛缘，很有可能呢，你就是这种心态呢，就是就邪魔歪道，魔王波旬呢特别这个喜欢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这个心态呢，没有一点的这种保护这个措施啊，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刹车功能啊，就是那这种人呢，就是可能你随时都是可以魔王波旬过来，就是让你的修行呢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一方面就是需要卖保险，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是现在很多人在卖，但是呢，修行保险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就修的话呢，应该没有问题。有时候呢，我是觉得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修行人是非常成功，有些修行人呢就是不成功，不但是他不成功，而且很失败，就是失败的也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身败名裂，可以说是毁坏自他，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不愿意，就是得人生很不容易。就是所以说呢大家也应该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光是这个心咒的话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不仅仅是莲花生大师，就是他一个这个他的这个本尊的这个佛号就是他的一种，而且他是十方诸佛这个菩萨的这个种子主，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名根。然后如果我们就把它卸在那个什么金器上啊，刻在石头上啊，木头上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风所借助的这些众生都得以解脱，你自己呢就是也不可能就是有这个各种鬼神来就是诱扰你，不围绕你什么这个打扰你，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鬼神都是会这个与你远离。
所以我自己呢，哪怕是自己稍微就是做一个比较恐怖的梦，然后晚上这个出去的时候呢，有一点前面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的时候呢，又求莲花生大师，就是嗡嘛吽嘛吽格的巴嘛斯的吽，就这样的话呢，就当下就好像自己在这个感觉上也好，就是力量上也好，确实也是从小都是有这么样的这个习惯，实际上也是确实是这个有它的这种威力和作用力，因此呢，这一点就是今天也是我特别这个希望呢，我们这个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些人呢，都要以就像是孤儿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非常一种悲切的这种这个心情来，就是呼唤，就是他的这个父母的名号一样，我们魔法时代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就是末世的各种的这个耶稣呢，也极其就是猖獗啊，在这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特别就是真诚的这个信心呢，就是经常祈祷莲花生大师，对莲花生大师就是进行顶礼啊、供养啊、皈依啊，然后呢就是自己哪怕是就是一天念多少多少心咒的话呢，那最后我们死的时候，如果念四心咒就是挂在这个什么这个带在这个身上啊，就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尸体一起焚烧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这个彩虹萦绕啊，就是决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些都是金刚语，就是所以我像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你如果非佛教徒就根本不信仰这些的话呢，那都没有办法的，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因缘，我们也不强迫你的，但是你有一些信仰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些信仰呢就并不是很坚固的，有些呢就是确实是不知道，以前在这些理论上的不知道，就在藏地来讲是很多人对念死的这种信心是非常非常的诚恳，但现在有些年轻人的话呢，藏人也是就是对念死祈祷的是很少的，就所以在念死传记当中也说了，如果世间当中的就是人呢、就是这个祈祷对他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那么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少，而且人们的这个心灵的这种幸福之数越来越高，就是祈祷的，如果我们都抛弃就是都没有的话呢，谁受到这个受害呢，就是我们众生自己，莲花生大师是早已已经这个成就了的，对他是没有任何的，所以说呢，我都是经常想，我们现在藏地的所有的这个佛法来源，当时是念死，如果没有降伏这个藏地的这些贵僧的话，那藏地野蛮之地哪有这个如今的这些佛法，哪有你们虔诚的这么多人，就是路上就是高山翻译，就是都不怕，就是然后到了藏地啊，就是其实藏地很多人都是就是这个喜欢珠穆朗玛峰，就是其实珠穆朗玛峰都并不是很重要的，但珠穆朗玛峰更高的一种这个精神的这种这个标准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是藏地的这个迷传，就是佛教啊，就是这个迷传呢，就不管是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确实是它有很深深的意义，遇到它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很有这种福气的啊，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彩票或者是得到什么这个财物的时候，哇，我今天很幸运，这些也许是一种这个幸运，但我个人认为呢，昨天我们有个别佛教徒也在说了，就自己认为自己今生当中遇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密法的话呢，就是觉得很荣幸的，已经足够了，就是我觉得是有些是非福之言，我像我们这里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自己都是不珍惜，就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就最后的话呢，就是到什么的不长，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换个什么宗教啊，我要学个什么其他的、在所学的这些方面的话呢，就完全都是我得到的是应该说是这个非常的这种这个具有价值和这个解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正法，但是这个呢我一生当中都是尽心尽力的去这个修行，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就是再三就是讲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殊胜的这个加持力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成就方面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刚开始呢可能你念死就是有点不熟悉的话呢，慢慢就是读他的一些这个传记啊，然后呢就是看那个美国的很多学校里面的是他们都是在这个学莲花生大师和一些作家空心魔的一些传记
期啊，就是然后他们也在一直在研究。可是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包括有些大学宗教系的话呢，就是这方面很缺少。按理来讲的话呢，在这里就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就是比西方国家还简单的多啊。你从那个汉地就是到这里的话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到藏地去了解这个莲花禅大师当时这个所加持过的这些圣地啊，所这个指什么这个埋葬的这些这个副葬品啊，在各个寺院里面就是对入这个像山一样的就是那么多。所以你如果真的就是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以了解确实也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些莲花禅大师就是所隐藏的一些副葬品啊，就是包括我们一些传承上师就是所开具的这些，越看越就是觉得说啊，就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是世界上是有这么好的这个精神的这个良药啊。那么这个能真正享用的人呢，就是世界上是有多少人，就是我自己问自己，就是然后自己还是觉得是自己还是非常有福气的。就这并不是说我是像这个为了就是给你们就是打一个广告啊，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实在就是发自内心的，我特别希望呢很多佛教徒就如果自己的修行呢各方面要顺顺利利的要下去的话呢，可能需要就是有一种这个安全带，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当你就是遇到一些措手不及的一些这个危机情况啊，就是遇到的时候呢，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它虽然是一种方法，但这种不一定能这个特别的这种惯用。我自己认为就是应该是七道莲寺的这样的这种修行人的话呢他是非常的这种快乐，就是同时呢在他的这个修行呢应该说是不管是这个任何烦恼和一些痛苦专用为道用方面的话呢，有殊胜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一点呢，并不是我是因为是我自己是血迷种，就是跟莲花禅大师这样说。但我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确实是这个莲花禅大师所开启的这些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呢，就是自己也是多多少少这么多年以来，就是稍微就是从众的这个就是一些精神部分呢，就精神这个精髓部分呢，有所这个了解和有所就是自己这个相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觉得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呢，确实也是如今在任何一个学说当中是非常这个罕见，就是因此呢，也是劝大家就是在这方面好好的是去了解。同时呢，就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哪怕是一天念这个三遍就是七句祈祷文，念一百遍那个莲花禅大师心咒，那这也是一种表示，就是对莲寺的一种这个信心。其实我们对本尊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有一种自己的一种行为的这个沟通，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从来都是不说话，就是或者不打电话，就是那时间很长了以后，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就互相都是已经这个素不相识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本尊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这是一种实践的角度来讲，是这是一种感情的这种教义，就是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呢，用自己的这个信心来经常这个祈祷本尊，那么这样以后呢，本尊的参与意的价值呢，就是会融入你，然后你自己的这个修行也是圆满。到最后的时候，确实上师本尊的这种智慧融入你的心，上师的这种价值融入你的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应该所说可以就是如愿以偿啊。所以呢我今天不知道讲了多长时间，大概讲就这么多。苏南德耶坦舍托巴耶坦那耶德扎玛巴舍提伽那杰达摩赤巴这尊尊人转啊转啊笑。